食物还是挺丰盛的，有鸡野酸奶汤，还有水果沙拉什么的，还有一个八盖。牛皮。咕咕雷扎米食徒的小可爱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 Yupi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大约在半年之前啊，我做了一期关于法国穷人救济餐的视频。那个视频呢，当时得到了非常多小伙伴的关注和评论啊，也有很多小伙伴在后台催跟我、去更新这个系列啊。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尝尝另外一个慈善组织救济餐啊，曼当聚，伸开手。现在我所在位置呢，是在法国图鲁兹的火车站附近。在法国来说的话，一般火车站附近呢都会聚集非常多的流浪汉和一些无家可归的人。这个慈善组织分发餐点的位置呢就是在火车站的附近，前面就是那个分发餐食的点呢，人还挺多的，你看这都是走过去要拿餐食的。哦，规模不是很大，大概这么看上去可能就只有几十个人，然后工作人员也只有几个。你看还挺丰富的，有那个沙拉呀，那个是啥？鸡嘛。然后还有一些，还有水果沙拉，还有面包，挺丰富的。右边那里就是酸奶、咖啡，都是可以随便领的。Un tout petit peu de poivre. Ça. Ça l'a pas assez là. Oui. Ça l'a pas. C'est collé ce papier là. C'est collé sur le.你看他们有的吃完了他们都还会去拿，就相当于是类似于无限量供应，就是你吃完了拿上自己的纸碗再去添一碗添两碗都可以。我们还不知道我的东西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有一些年轻的人，然后有一些老人，看上去呢相对都是经济比较拮据的。哎，你看那里还有个外卖小哥，外卖小哥也来领餐食。其实这个组织呢，跟上次那个组织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这样的餐食呢是任何人都可以来领的，包括可能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，生活比较拮据的人，还有流浪汉，就是任何人，你只要想来领都可以。因为我们拿着一个很大的灯啊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坐在那里拍，就打扰到别人吃饭什么的，所以我还是决定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咱就随便路边找个地方坐着就吃了，也不讲究，就这儿吧。那里还有一个肯德基的袋子，有点费纸，我拿来垫一下，坐一下。今天食物还是挺丰盛的，有鸡、酸奶汤。还有水果沙拉什么的，还有一个八盖。在吃饭之前呢，我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慈善组织。这个慈善组织的名字呢叫曼当聚，在法语里的意思呢就是伸开手的意思。它于2003年的时候呢，在我所在的城市图鲁兹开始实施慈善活动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已经有80多个志愿者了。但是比起之前我做的那个 Hes de Dugue 那个组织，那肯定就是还是比较小型的。 Hes de Dugue 是非常庞大，它是全法的，而这一个组织呢它只是在图鲁兹。先来看一下它的前菜，是一个汤，感觉有一些土豆泥什么的，尝一口。有点像土豆蔬菜汤的味道，还行，热乎的，微微的苦味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味道，是因为里面加了什么蔬菜吗？不过对于生活拮据的人来说，这大秋天呢能喝碗热汤在晚上已经是很不错了。看看这个面包怎么样，我有点无能为力，太硬了，感觉里面还稍微好一点，咱也别浪费啊，吃点啊，实在不行可以拿回去泡牛奶吃也行。确实是太硬了。哎呦，那个太硬了，直接飘我喉咙里了。这个组织呢是由 Christian 苏烈先生创立的，
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。最开始呢，这些餐食都是在他自家的厨房里烹饪的，每天可能就大约只有几十份的样子。后来呢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些帮助以后，这个慈善组织开始慢慢的做大。做大以后呢，他们也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和人力哈，提供给社会上一些比较贫穷的人福利救济，还有一些慈善活动。曼当杜就伸开手这个组织呢，只在每周天的晚上分发餐点，而黑斯特杜格相当于是每天都在分发餐点。当然了，伸开手这个组织还算是一个比较小的慈善组织啊，它的财力肯定是赶不上黑斯特杜格的。哇天，天啊，这么多肉，这是鸡肉，我觉得这两个人吃都完全够了呀。哇，好香啊。挺好吃的，不是糊弄的那种，味道真不错，做的有一点点那个辣味儿，你知道吗？就挺符合我那种四川的口味的，但不会很辣，而且它这个肉给的真的多，我觉得一个男生就吃这么一份都能吃饱了。之前做 Hey Still Do Good 那个视频的时候，也有不少小伙伴给我介绍了很多国内的一些慈善食堂啊，听上去都挺好的。它的甜点就比较简单了，就是罐头。其实它也有比较新鲜的水果，还有蔬菜沙拉，我没有拿。哇，这罐头有点酸呢、啊。果酸味儿很重。这还有酸奶，给了四盒，也是临期的商品啊，10月18号，也就是明天过期。不过我觉得还好吧，因为像我捡垃圾经常也捡酸奶，过期个几天你吃完全都没啥问题的。其实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这个餐食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，味道用材都挺好的。其实伸开手这个组织呢，除了提供这种周日晚上的餐点啊，它还提供很多的慈善帮助，例如说他们还有一个爱心杂货铺，就里边市价的10%到30%出售一些食物和日用品啊。他们也提供一些培训给有需要的人，例如教他们撰写工作简历，教他们如何找工作，就是为了让这些人能够更快更好的融入到社会环境当中。其实善意呢是不分大小的，无论像这样的慈善组织，还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对别人一个小小的善意啊，都有可能会成为别人的一道光啊。有句话说得好吗？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好了，更多有趣海外视频，记得关注优品，每周日更新，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哦，拜拜。更多有趣海外视频，记得关注优品，每周日更新，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哦。